你小心点啊！上次虎子开，砰一下就爆了，砰一下就爆了，真的吗？ 你知道吗？就是水煮干丝最有名的，我们昨天吃的那个干丝，基本上是要像头发丝一样。它这个，那个根本不是干丝好吗？老师，那个特别细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文丝豆腐。文丝豆腐，麻烦你。老板，你刚才打扰我们的时间，陈佳音，我们要装盘子。这个是不能切成这样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就开始了，我把你的也拿走了啊。我们不对，注意比赛地位。太过分了，你们。回到你的位置，回到你的位置。 哎，火是不是太大了？上次虎子开砰一下就爆了，快点快，帮我火太大了，快帮我切小一点，砰一下就爆了。天哪！吓死了！真的，我们这个道具是有问题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这太可怕了。这个呢？这蛋皮已经 OK 够了，对，这油还要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多一点没关系。我们30多个人了啊！出血了，出血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哇塞！我来吧，我来吧！你可以摁零，我来切。对，一分半，一分半也可以。来，我要一分半。哎呀！怎么了？虎哥受伤了。啊？怎么了？为什么？切到手了。他没事吧？ 差不多，你过来冲手，过来。看你影响到了我的心情情绪。我跟你讲，我做了这么多期节目，还没有一次是发财的。真的，那我觉得还蛮有。哎，我们继续，可能会。对。哦。帮出时间到，帮出时间到，请大厨离开。现在我要确认一下，安虎是不是可以坚持？我可以坚持，可以坚持，没问题。要不要？再确认一遍。我们能坚持，我们就弃权了。哇塞，虎哥，陈佳妍，我跟你化干戈为玉帛。OK， 比赛。